你疯了，为何自寻死路，强行出关？幻术只跟需修炼百年，才能令你重新化形。你如今强行催动妖力，只能换来昙花一现。片刻之后，你就会魂飞魄散。 这个结界可以阻挡我的身体，却阻挡不了妖力。我和黎伦的妖力都给你，趁着妖力还没有完全恢复，把这个结界杀了。
我们要去找那个人，找到他，我们就能解开这个结界。炸了这个结界，他和我都会死。 错事太多，所以一起死吧。